冰冰冰，这还加不到，加不到。黄金文，你给我的这个是什么东东呀？这个持续感是好东西，我是在极速宝速爽极速特权免费领取的，视频会员五折，生鲜水果五折起，天猫淘宝一折起，你不帮我拍就从那什这个假期我在家闲的长出了蘑菇，于是我把蘑菇摘下来煮了，吃了一口就中毒了。原来我中的是好孤独。中毒之后去医院，医生给我开了药丸，药丸不小心掉到地上，叮咚叮咚的响。我只是看了看药方，原来医生给我开的是好想出去玩。吃完药丸实在没事干，就跟地上的抹布进行了眼神交流。哎，他好像动起来了，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。居然往门外走了，我一把抓住了抹布，仔细一看，原来这是不能出门。只要还有一粒米，不往人多地方挤；只要还有一滴油，待在家里不露头；只要还有一根葱，不往菜市场里冲；只要还有一口气，待在家里守阵地。我在家，我骄傲，我为祖国省口罩，我为祖国省口罩。你又火了？什么什么？你往那边看！啊！你饿了？说什么了？刚才厕所玩游戏，手机跳镜头了，快把视频给我看看。你看。你想心情？哦，错了错了，是这个。要不咱们拍一个？不拍，没有什么能比玩游戏升三百级、领取惊喜福利更重要，懂？那你带上我一起玩。要玩，自己拿手机点击左下角或评论区就能玩，明天带去。等一下，这个带上，韩叔，头像要轻一点，笑，好看，明天的太阳你就不必见了。放心，避火。王老师你好。静文，你老是不交作业，老师今天过来做个家访。老师，你先进来坐一下，我去叫我妈。哎呀，老师居然找上门了，不管了，直接打我。哎，老师你怎么来了？王静文，老师不好了，王静文逃跑了。啊，赶紧追。他在那里追。你走这边，我走那边。老人家，你刚刚有没有看到一个跟我长得很像的女孩？往那边走了，谢谢。等一下，刚才那个肯定是我女儿。怎么可能？她那么老。我女儿会易容术。让她追。那里。好的。
2101是什么意思呢？难道是门牌号？只有隔壁小区有21楼。9:40，原来是这样。糟糕，已经18:30了，赶紧抄手，弄回去。可乐怎么这么甜？不对，难道计划被发现了？黄警官，你是不是把你干了？没有啊，我一直在做作业。喂，我妈他们进中门今晚7点进攻赤壁，我们马上派80万士兵出发，趁着大雾行军，肯定能神不知鬼不觉抢下赤壁。我真是个天才。黄警官，社长这边玩的挺厉害哦。当然了。不过我还是成功了狼的一回。小文，哎，你在家呀？哎呀，原来是小美啊，吓你一大跳。我找小文。哦，小文啊，他在写作业了。你们怎么在家呀？谁让你读错我家门的？小美，阿姨出去买菜，今天晚上在我家吃饭喽。好的，谢谢阿姨。哎，打游戏啊！我不打，我玩打野配合你。我打中路啊！上上上！我上了上了，把人抓严了，严了严了，我死了！你，床前明月光，你在干嘛呀？你还玩不玩了？你是不是傻了？再不玩等我吗？阿姨，你回来了吗？喂，我们村要拆迁了，我马上回来。阿姨，我先回去了，下次再来吃饭。妈，你听我解释，是他，妈，你这对篮球不要了吧，我拿去卖喽。你给我宝贝，我打断你的腿。就你这小短腿，去上网就算吧。跟我动，还愣着呢。小华，赶紧叫苏小美一起来我家。这小妹到底跑哪里去了？老板，你们见过这个人？妈，生日快乐！你俩在这干嘛？来，我来给你们拍个小视频纪念一下。好。好了，你们看，哇，好好看啊！你是怎么拍的呀？下载多少啊？这里有昨晚超火的贴纸模板，点使用模板即可轻松拍同款。妈，你辛苦了，不辛苦。哇，菜这么丰盛啊！多扔点干嘛？赶古诗啊！你搞乜嘢啊？我哋未点菜，这些都是上一桌吃剩的。哎呦我的妈！大婶，你撞了我。那我是不是该赔你点钱呀？肯定要啊，赔我1块钱。哎，你干嘛给的钱？这人一看就是碰瓷的。没事，就1块钱，谁看谁的。小兄弟，你拿着鲜花的心安理得吗？我又不是喜欢，我给我姐姐买糖吃的。你能带走的只有自己和自己的脾气。走，我开车带你去买糖吧。好啊，你曾拥有最美的爱情，也听过最美的旋律，触摸过一个人孤独的恐惧。美女，那人一看就神经兮兮的，你干嘛还那么帮他？因为他是我弟弟，小时候为了救我可不受伤。我跌跌撞撞奔向